丝们要让你们失望哦。他今天不在，不过你们还愿意留在现场，我非常感动，真的。等一下呢，我要访问电视们，电视，所以他两个时候电视里面出现，应该不会爬出来。所以根据你确定他的真的。他可以爬出来好不好？啊，我想叫他爬出来试试看。真的不知道。对，他会从电视爬出来，你觉得？可以。不是，我们是为了你来的。不知道啊。很多人好，谢谢你们。再来很多日本朋友，他们比较辛苦，七月份还要再来一次。以后卡打打多久啊？すみません、今日彼女に乗れなかった。また7月もう一回来てください。飛ぶ手当てるからね。ブルース、ひどいよ。ひどいよ。我说日本人，因为他们买两次飞机嘛，有那种特点啊。我知道我昨天没来。还有香港的朋友，你每次都来，我看到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有时候人红嘛，哈，就难免会有闪失啊。我说他了，对，那就没办法。不过今天很开心，大家这边开开同学会。那我们现场工作朋友先准备好一下吧，我们让天使们自己来讲，好吧？他才是重点。好，赶快追踪他，不要让他绕跑，快点。好。嗯对，不过今天早上真的很抱歉哦，大概六点多的时候就接到电话说来不及搭上飞机，那就开始很紧张。那他们一边又在那个机场附近，又 WiFi 又收不到，那又用 LINE 一直打，然后电话就整个这样收讯不了。那刚好早上在下达，这样就耽误了很多时间。辛苦了，对。就是他们老爱。所以是现在天使们的经纪人。等一下我们也顺便问他七月份到底哪一天会来哈，那到时候大家再多跑一趟，不好意思。摩西摩西，他今天的摩西摩西，定格。这是录影的吗？没有。是那个。那个。啊，你录完啥？慢一下。龙威。你们有问题也可以问嘛，哈。你们有问题也可以问一下。那我可以跟他合照啦。你合照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天上最高的合照。哈哈哈哈哈。恭喜恭喜。恭喜恭喜。我说行，你可以吗？我是酷啊！好像没有听到哎。もしもし、萌ちゃん、萌ちゃん、聞こえました？网络状况不良哎，WiFi 怎么？我们要接线，有线的还是？有线的吗？有线。大家的 WiFi 先关一下，大家的 WiFi 先关一下，WiFi 先关一下，再跟大家群组。大丈夫ですか？聞こえます？没有用 WiFi 的先关一下，好不好？先让他讲话，等下再开 WiFi， 等下再开。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什么声音？莫讲，聞こえます？もしもし。FaceTime，他是用苹果都用FaceTime，这边不要用那。用FaceTime，FaceTime，他有吗？没有。苹果都有FaceTime啊。FaceTime。
他那边的 WiFi 的方式，我到时候会。哎，那边有没有 FaceTime 真麻烦。所以是他的电视机看得到。没有对面吗？是。你跟他挥手吗？可以。啊，懂没懂？啊，懂没懂？哎。有那个灵异的声音，哗哗哗，听得到可以闻到。我关门时，莫一尝。一，好，再就我的时啦。一切公开。我来晒酒对。还是先打电话好了，电话要紧的。那秘书啊，打进来。嗨。啊，今麦听过吗？是的。对，先打电话的。今麦听，WiFi 的太密太的，あまり見つけれないから、一回電話でちょっと声だけでも。はい。マネされてます。因为 WiFi 的收讯呢，我们先让他讲话，我们先听听看。上过二楼吗？二楼进来几个？他最好是有 WiFi。那我们的讯号，他有刚连过数了吗？讯号多数，速度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先看，直接跟他对个话，看看可不可以。如果他看我在楼上了，这边应该他就看不到你了。啊，对，他在楼梯口那边好了。马上都是吃到这家，又吃到王玉莲，不行，去好看。再看看，他 WiFi 只有两，没有买，只有一个。好 A 哦，好 A 的记者会。哦，那听众们是，好，先问他，现在听得到，大家听听他讲话，还是要网络状态不稳。温山。毛哥走开！毛哥走开！为啥？麦克说的，麦克。麦克说的。进来拿走的。老王，麦克来的吗？他有两只啊。大宝，你干嘛？可以吗？没了。那你这么想，为啥？好吗？为什么是？啊，聞こえますよ。聞こえてますか。はい。今日はどう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日はどうしました。どうぞ、喋って大丈夫です。はい。本当に皆様、ご連絡を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Echo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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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じゃあ、失礼します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じゃあ、失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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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します。9月16日，对，很
抱歉，因为今天没有搭上飞机，所以来不及在这边跟各位碰面了。大家要稍微等一下，真的非常不好意思。七月十六号，就是他今天没有来的部分。七月十九号不经历，もう一回台北に来ましたら、皆さんぜひ来てください。好，你们有什么想要跟他讲的吗？趁现在。健身房给你代表，跟他讲几句。给日本给你讲。来喝。カメラ見えました？来，我帮你收着。OK。好，那还有什么要跟他讲吗？讲到现在，等下我们可以再一次，没关系，因为现在网络讯号真的很不好。对，もう一度お元気ですか？元気ですか？大丈夫？Thank you.